丢失了爱你的回忆，也不能改变相爱的过去。这颗乱跳的心，只是执着为你，为你遮挡所有狂风暴雨。就算没有魔法创造奇迹，也要冲破荆棘来拥抱你，因为命中注定要和你一起，直到爱再次相遇。早点休息。千羽，明天见。怎么了，单总？我仔细调查了您和叶千羽之间所有的新闻，发现全是泄权，只是八卦媒体发出来的。他们一直对我怀恨在心，想必这是在报复。而且那些照片，就是那次张明涵在董事会出事的照片，一般人拿不到这些照片，除非是公司内部人所为。继续查。好，行了，要是没什么事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单总，还有事？你明天真的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问这些，我先走了。君浩，允一，你怎么不开灯坐这儿啊？反正我的眼睛也看不见，开不开灯都一样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君浩，我爱你。你不用现在回应，因为我会用一生来等你的回应。Thank you.
前天和千羽去花子婆婆家送生活用品，从花子婆婆家回来的路上，我们不小心掉进了魔鬼森林的天坑。千羽很害怕，他说自己还有很多事没有来得及做，就这么死掉太遗憾了。这个小傻瓜，我一定会帮他完成所有的心愿。今天我终于知道，千羽是在乎我的。从看见他远远奔来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不想去印尼了。我要留在关美，我不想离开。我忍不住吻了她，这个命中注定我要遇见的女孩。海初真是让人讨厌的家伙，总是在千羽身边转来转去。不过我是不会让他抢走千羽的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东西都带齐了吗？护照、身份证、手机、充电宝，带了，都带了。哦，好。哎，好，还哎呦，我这个好东西，哎呀，送给您，这个是我爷爷留下来的，宝丽来风琴相机，一路看到漂亮风景，全部把它拍下来，来带上。谢谢老唐。叶千羽，把给我买的礼物装在这个袋子里，一定要装满哦。不过。你现在可以装你的礼物，谢谢啊，千羽啊，这是我给你绣的手帕，上面绣了你最喜欢的青蛙，送给你，谢谢凤小姐。千羽啊，这个呢是我的照片，我与你同在哦，不要太想我。千羽，千羽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啊，这不是关美客栈的香皂吗？你也太不用心了，我没来得及准备。哎，千羽，千羽，这是颗很幸运的鸡蛋，掉在地上都没摔碎，我把它煮了，带着路上吃吧。谢谢大师傅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千羽，出去就好好玩，别心疼钱啊，你们俩呢？你知道的，啊，收下收下啊！我说太叔啊，你可得好好照顾我们家千羽啊！放心吧，老汤。老汤，那你也要照顾好老陈和盛哲。你放120个心，没问题的。我哪需要他照顾啊？死胖头，一直住在盛哲房里，不搬出去。这说这个干什么？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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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？你呀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再见了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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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路顺风啊！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
好，恭喜恭喜啊！好久不见。你好，我们进去恭喜啊！请，这是子谦。你好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谢谢，欢迎。好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这边请。子谦，今天你要做的不止迎接客人这么简单吧？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这边请。单夫人，我来吧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要开心。君浩，或许现在你会埋怨妈妈，但你要相信，这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知道了，妈。我的儿子啊，就是帅。千羽，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我们先去法国的普罗旺斯，然后再去巴黎，在巴黎玩一圈以后，再去西班牙。千羽，没什么。范小姐，整理好了，谢谢。子谦，是你吗？今天的你也很漂亮，云逸，你要不要再考虑？子谦，今天要辛苦你了，既要当伴郎，还要当伴娘。俊浩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去看看吧。夏总，我给您讲个故事吧。还记得那是一年冬天，我为了梦想背井离乡，从此我村里的人再也没有喝上过一口水。你讲的什么故事啊？不好笑啊！
我就是想让您开心一点。俊浩，准备好了吗？还有半小时，仪式就开始了。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，太初？千羽，之前我和你说过，真正的离开不是时间和空间上的。如果你始终放不下，去到哪都无济于事。太初，我……所以你真的想好要离开了吗？离开需要过程，我会慢慢忘记的。倩宇，人的心很小，只能装下一个人。太初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去你想去的地方。有请新郎新娘。Thank you.
谦，子谦，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最美的语言，一种最灿烂的光明，那就是爱。爱是心与另一颗心的相遇，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真正相伴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单俊浩先生和范云一小姐的神圣时刻，他们将向彼此宣告对爱的信任和承诺。范云一小姐，你愿意嫁给单俊浩先生成为他的妻子吗？无论顺境逆境，贫穷或富有，快乐或忧愁，你都将毫无保留地爱他，对他忠诚直到永远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单俊浩先生，你愿意娶范云一小姐成为你的妻子吗？无论顺境逆境直到永远，你愿意吗？我陪你进去吧。单俊浩先生，你愿意娶范云一小姐成为你的妻子吗？俊浩，
这是谁呀？你认识吗？这是谁？没见过。这个谁的？不知道。来这儿干嘛？什么时候来这儿？啊！看上去也不像来参加婚礼的呀。就是，这是来干什么的呀？就是，看起来也不像什么婚礼啊。这穿成这样，看这身砸的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祝福单总和范总监的。单总、范总监，祝福你。这不是叶倩吗？是啊，好像跟叶总听着你说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对对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要不然他怎么来这儿啊？这骗不上来怎么来？哎呀，这事儿闹得大新闻，闹得大新闻，就是啊，闹到婚礼现场了也太不像话了。事故，俊浩，你醒一醒，俊浩，对，请快点过来。请问你看到范小姐了吗？没看到。
千羽，我们先去处理伤口。我没事。你今天为什么要来？都是因为你。单夫人，今天要不是因为千羽，单就好的伤恐怕会更重。是啊，董事长，千羽为了救单总，自己也受伤了。千羽，我们先去处理伤口吧。喂，你好。林总，云姨回家了吗？没有啊。你在家等着，如果她回家了马上打电话给我。好的，子清少爷。这怎么穿着婚纱在马路上走啊？你看奇怪不奇怪啊？这怎么了？这也太奇怪了，赶紧拍下来。不会是有问题？有问题啊。真像，可能。哎呀，真是！你这长挺漂亮，是不是有什么刺激？婚纱就出来了。太像了，是吗？奇怪啊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患者受到重物的撞击，出现帽状腱膜下血肿，因为出血过多造成休克，我们已经通过穿刺吸抽了一部分的淤血，总体而言并无大碍。谢谢医生，费心了。不客气。幸好单总没事儿。董事长，宾客那边的善后工作还需要您处理一下。马上调查事故原因，我绝不会放过想要伤害俊浩的人。是，董事长，现场已经保护起来了，我马上着手调查。子谦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云姨在这吗？没有啊。刚才意外发生以后，我就没有见过她。没人把云姨带来吗？刚才一团乱，我也忘了。你们只顾着关心俊浩，连云姨失踪了都不知道吗？他现在什么都看不见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怎？云姨不见了，还愣着干什么啊？大伟，快去找云姨啊！我现在就去。你还好吗？
哎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夫人和单总他们呢？紫金少爷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，紫金少爷，浩遇到你以后爱上你了，单俊浩遇到你以后也爱上你了。我想，这应该就是命运吧。都怪你，我本来都要走了。刚才发生意外的时候，我想明白了，我没有办法不在乎你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我抓到了，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你自己。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你再也逃不掉了。放手。不放。放手。不放。放手。不放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单夫人。妈。我这就出去。千云，俊浩，云一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出去。Thank you.
注定你我的距离，忽而逃避，忽而又靠近，两颗心偷偷交换日记，属于彼此没有秘密，来不及说一句我好